么大烟火当中有小烟火，配上颜色层次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观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赶快看看，在大道城的角度看过去，这个是不是同样如此的壮观，如此的这一个赏心悦目？赶快交给我们的主播吴清颖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烟火呢，每一个绽放出来都发出了声响，非常震撼人心哦。而且这个烟火呢，时长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，烟火在现场看起来却好像只有30秒而已，时间过得。图腾哦，而在当中呢，也可以看到穿插了很多可爱的图案，像是笑脸等等。而刚刚烟火呢，也从淡水河当中释放出来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范围更广，亮度也更亮了。当然呢，现场的民众的情绪也跟着烟火释放的高度一样，快到了最高点。我们把镜头先交还给同类。谢谢清颖，我们现在赶快到对岸，到这个淡水河，到三重这个角度看一下。现在呢，音乐更换了，节奏感非常激烈。时间呢，交给我们的主播林天宇。Hello， 今天晚上的烟火真的是一段比一段还要精彩。现在您所看到的是第二段的释放花团锦簇喜迎国庆哦。其实呢，这一段的烟火离我们是更近了，真的是每一发几乎都在眼前了。甚至刚刚呢，还有高空的烟火，真的是掉下来就掉在民众的脚边哦。现在看到的呢，很多都是在高空上面的表现，不过呢，也有这个水面上面，刚才呢也是释放了这个低空的烟火，非常的近哦。那么整个同时释放角，我们来看到呢，现在在低空呢也是有一些小烟火出现咯，而且呢这个烟雾其实也蛮大的哦，在这个淡水河上面几乎都已经布满了烟雾了。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民众啊，现在真的是相机呢完完全全的都已经不敢离开，都要全程的记录这一次99年的国庆烟火这非常特殊难得的表现。好，我们继续呢再把时间跟镜头还给同类的佩珍。好，非常谢谢你。我们看到从这三重的角度看过来，真的是很漂亮很精彩哦。那么52分钟的烟火秀现在已经进行了43分钟了。压轴的这段表现当中呢，其实大家要仔细看，因为主办单位说还有秘密武器。那么进广告呢，我们同样不中断，您持续锁定。想抽烟的时候，尼古清戒烟吸入剂，它能有效抵抗烟的诱惑，一根一根帮你成功戒烟。尼古清戒烟吸入剂，偏远。不等于梦想遥远，因为您的爱心，安利希望工厂助学计划，帮助台东县弱势国中生继续就学，勾勒出他们的梦想蓝图。我想要当生物学家，电脑工程师，我想当飞行员。您的持续支持，就是他们实现梦想的力量，给他机会，成就未来。安利希望工厂。汇丰银行中华航空联名卡全新上市，刷进您和世界的距离。预习卡海外消费15元累积一领，华航里程累积最快。消费就让您飞，刷快里程，刷进里程，开拓无限可能。汇丰银行中华航空联名卡，环球金融，地方智慧，办卡首刷好礼3选1，10月底前再送贵宾室使用券，0800-000-098。金香大料茶，肠胃健康不少茶。Hello， 汪姐，让我们做一下金香大料茶吧。汪姐，很有健康概念哦。对呀，我和家人喜欢出外享受美食，所以我们很注重肠胃
健康，只要多花点心思就可以吃得好又健康。像我都选统一 AB 优乐乳，它的独家雷特氏 B 菌通过国家双效认证，帮你保肠又保胃。随时准备统一 AB 优乐乳，为全家的肠胃健康加分。 AB 优乐乳，全家肠胃健康靠 AB。 无加糖家庭号新上市。华视晚间新闻，thank you.